淋巴包括淋巴管和淋巴结，所以咱们叫炎症也是分成两个，一个叫淋巴结炎，一个叫淋巴管炎。淋巴管炎通常呈单独，主要发生在皮肤真皮层网状淋巴管的一种感染，大片的红，颜色不均匀，越重的地方颜色越深，治疗过程中慢慢消退。而淋巴结就相当于刚才说了，淋巴结就是淋巴回流的驿站，它是个结节，能摸到，主要发生在腋窝、腹沟、颈部有触痛的结节，抗炎治疗都是最主要的治疗方法。